我哋今日咧就係叫做台轉橋比賽，咁我哋希望咧發明一個新嘅接載輪椅朋友嘅一個工具，就叫做轉橋，就參考咗以前嘅山兜，可以咧接載啲朋友咧係上山落山享受郊遊嘅。最初是香港社會創投基金都有一班義工朋友咧，都諗咧想做一些車隊出嚟幫助啲坐輪椅的朋友。而我的加入同埋去發起呢件事咧，係因為我媽媽本身由2007年開始咧都變咗一個坐輪椅的朋友啦。我自己在照顧的過程當中，發現香港其實喺呢啲咁嘅服務啦，係好唔足夠啦。咁將呢個概念咧，係放翻落去而家呢個轉橋度咧，就希望啲坐輪椅嘅朋友咧，有一個好放心、好安全嘅工具咧，可以慢慢咧係享受到郊遊啦，或者係户外活動嘅樂趣啦。雖然呢個係長地，呢個係一個巡遊，你可唔可以行快少少？我哋希望繼住轉橋呢個新嘅工具出嚟之後咧，更加全力集中去發展無障礙旅遊。呢個咧係香港或者全世界都好一個非常之有待發掘的一個新市場。而家你只要有咁嘅意願咧，石器界好多資源可以配合俾你。